鬧叫 WhatsApp， 咁相信咧大家咧都急不及待期待我哋嚟緊下一個嘅節目噶啦。咁大家知唔知道接過嚟我哋嗰個節目係咩呢？有冇小朋友知道啊？咁咧，姐姐就介紹啦。咁咧，接落嚟咧，我哋個節目咧就係皮影戲啦。咁其實咧，皮影戲又稱為咧影子戲或者一個燈影戲啦。咁就係咧用一種獸皮啊或者紙板咁造成嘅人物剪影，愛嚟咧去表演故事嘅一個民間戲劇嚟嘅。咁其實咧，皮影戲咧歷史悠久啦，佢更加咧喺2011年咧被列入咗一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紀錄添。咁咧，我哋就事不宜遲啦。今晚我哋咧好高興邀請到我哋呢個黃輝木偶皮影有限公司為我哋帶嚟兩套作品。第一套係《陰山擊鼓》，大宋建業四年，金阿術率領100,000大軍南下，直達長江北岸。唐世宗在黃天荡一带阻止金兵南侵，大敌当前，孤军力弱。彭德其妻梁红玉率领女军雷同阵助阵，宋兵士气大增，终以小胜多，打退金兵。通过一系列创新的舞台作动作，加入了一个梁红玉巾帼英雄的形象。多谢。我想睇出嚟啊！我呢度靚好多喎。